真的没事吧？真的没事哈？真的没事哈？真的没事吧？没事，吓我一跳。重逢，喜安，再不注意点呢？你还活着？哥，云兄。 爸死了吗？你爸是死了，可现在他又活了。妈才跟你说的，有缘千里来相会，说的就这意思。快，快叫爸！这是你儿子蛋蛋，快叫爸呀！愣住啊，哥，这是你和云秀的儿子。我跟云秀。 孩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就好。云秀，这是郭小月，啊，我老婆，这是我女儿曹操。 说啥呢？那年我受伤之后，云秀你好，我叫郭小月，以前春风就总提起，很高兴认识你。叶春风。 廖春风同志，郭小月同志，终于把你们盼来了，一路上辛苦了吧？你要去哪儿？这天大地大，男人就应该闯天下。希望早日听到你打下一片天下的消息。贺站长，我们出发前才知道。 我们未来的上司姓贺，叫贺同，没想到，居然是你。贺同是我上黄埔军校时候用的名字，这用了习惯了，所以就一直用下来了。这贺江山啊，就几个熟人知道。贺老师，廖春风的事你早就知道是吗？我也是今天上午上司跟我打电话，我才知道。 还没来得及告诉你，你是知道我们工作的宝物。春风，小月，同事们还等着呢，我们走。好，走，走。行，我先去报到，回来之后给你解释所有的事情。不想解释了，这儿都明摆着呢。哎，春风。 回来再说啊，行不行？哎，走吧，上车啊。